新闻很重要，真相更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立明。演员张孝全新片《最后真相》挑战台词量大与速快的电视名嘴角色，也以此片角逐本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你等着看。七年前轰动一时的棒球场情杀案，凶手张正义有什么需要我帮助吗？张孝全饰演从电视台转战网络的过气名嘴，意外卷入七年前棒球情杀案，被饰演重刑犯的陈浩森绑架，为了百万订阅，甚至不顾生命危险，也要直播自己被绑票的过程。名嘴角色台词多，语速快，让张孝全也差点 hold 不住，舌头频频打结。其中一场与警探争辩的戏，前后拍了20次才完成。每天早上6点要帮女朋友吃完那碗她不喜欢的青菜粥，还要靠姐姐打2颗鸡蛋给她配，然后努力练球练到晚上9点。新闻很重要，真相更重要。你相信啊？而片中与张孝全饰演夫妻档的钟瑶，因为两人对手戏不多，为了帮助入戏，特别加入捏脸的亲密小动作，建立彼此信任感。剧中角色复杂内心戏，也让张孝全直呼过瘾。虽然刚才杀青，我现在就很想看。最后真相将于10月28号全台上映。